酷爱开会。小罗，以后就觉得卫生费你负责，不，果村的车间由你负责。如果遇到不配合的门市，一家家上门招呼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有家不能。明白？打住打住！2022年5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正式实施。像你们这种有组织、有固定上下级关系的，并指使团伙成员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，就可以被认定为有组织犯罪。得奖，手办头战。KO。他们也爱找人聊天。哎，走，还有时间逛街啊？这个月树还了没有？住手！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有组织犯罪。对，警官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跟他是好朋友，在路边聊天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放手！敲诈、软暴力，都是典型的有组织犯罪，带走。他们也会未雨绸缪。老大，最近风有点紧，我们很多兄弟都进去了，能不能想想办法去哪搞点钱？你傻瓜，那么多方式都不会去作为啊，套路贷、裸聊，这些都不会吗？再到学校外围找几个未成年加入我们社团不就完了吗？你们还想被铐走是吧？竟然还企图发展未成年人来参加有组织犯罪，还想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获取不义之财，你们想都别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单纯聊天，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